之前我的问题就是那脸部经常会生很多青春痘吧，就 on and off， 每天每个礼拜这样就会生的，就时不时都会生一些有发炎啊、红肿、发脓的状况这样。之所以我会接触这个产品，是因为一开始是家人父母都在喝了，然后过后也就是抱着一个尝试的心态，自己也开始每天早上都会喝，就没有想到那脸部青春痘的问题也会。有改善了，就大概喝了半九个月了，脸部有改善，然后早上改变的话也会比较顺畅。接触这个 Oat King 以后呢，那青春痘的问题也觉得有改善了，就以前长的也比较多嘛，就现在看起来会比较少，觉得很庆幸啊，能够遇到浩洋这个产品，然后也要感谢这个产品。对我生活上带来了一些改善的，就人也觉得健康起来了，也感觉这心情了。